願いします、誰か助けて、シナ人が追いかけてくれです。我们是八路军雪豹特战队，谢谢三哥。大林，你们护送他们马上撤离，我去接应水生，咱们约定地点会合。站住！根据军令部已掌握的日军巡狼行动的情报，上峰要求我们时刻做好向西支援的准备。日军企图再次打通鄂西山区，巡狼行动的计划确实如此。巡狼行动的情报准确吗？应该准确，军政部已经开始依次部署了。全ては停滞済みで、明日には提訴されます。必ず我々の言うことを聞いてくれます。はい、それでは失礼いたします。陈先生，您是？陈先生，这个
车没跟上，肯定出事了，咱们得回去。姑娘，日本兵为什么追你？杀了几个汉奸而已，对不起，连累你们了。伤得很重，要赶紧把子弹取出来。让我来吧，我懂行医术。我好歹是个女人。你帮我把这点上。啊。你别在这待着了，先出去吧。你好，刘烨。你好，叶婉宁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？是受过训练，但正不正规，我说了不算。能说说你在哪儿接受的训练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人家姑娘啊，一个人打十个八个都不成问题，是不是水昭？对啊。刚才很抱歉，汽车有没有撞伤你？没有。叶姑娘，你能单枪匹马的把陈文海干掉，我刘三佩服你。为什么要置身犯险？为了复仇。能说说你的身世吗？该说的时候自然会说。嗯，行，希望以后能有这个机会。你们是谁？我们是打小日本的中国人。你们是明天就要走了吗？是。那好，我们就此别过。